OK， 今天呢，我们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计划。这个计划呢是来自阿旺上次 prank 那个小明的那个 video 啊，讲给他车报警那个 video。我们在那个影片的下面的留言找到一个留言，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趣、非常好笑。那就是把小明汽车的四个轮胎拆走。我想到后面我觉得非常非常好笑。为什么我们会选今天 prank 啊这个东西呢？因为他今天应该是多几个小时过后，他约了一个客户要谈广告，然后呢我们就要趁他需要用车的时候，在那个之前我们要先把他的四粒轮胎拆走，然后在他紧急需要用车要去找那个客户的时候，他才发现他的车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状况。我觉得在他惊慌失措的情况下，那个表情会是非常的好笑。当然啦，我们也是有想过解决办法的，那就是他没有车用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一辆阿旺的车锁匙交给他，让他去找客户先，然后我们再帮他把那个轮胎组装回去，所以还是不会影响到他去见客户的那个行程。小明在我们的前面，因为我们是在跟着他的车，我们要去吃东西。我给你看他的车啊，来那个小可爱，小可爱，小可爱，看到吗？我们要把小可爱发扬光大。上一次车镜被爆啊，这一次拆走啊，是一呆啊。下一个，下一个要怎样呢？下一个把他的车顶割掉。被开红包车。嗨，哎，十卷毛，听说有人等下要去。找客人了哦，多少钱？可以请客了哦。对啊，20000。真的吗？我听你吹呀、啊。OK， 这次真的是听左磨牙。小明呢？听右讲了。我跟你讲哦，小明啊，刚好啦，刚好真的是刚好啦。今天他就是在阿旺的房间睡着觉。等一下我们11点就要叫他起来，因为他要去跟客户谈东西嘛。然后我就趁现在这个时间。没有骗过一个人呐、啊，真的是这样好骗、啊，连天也要帮。天是帮我们这方面，可是，在天色方面，好像有一点不对劲哎。你们看那边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来不及拆四粒大亚就会下大雨了吧？看情况啊，见机行事、啊。OK， 我们现在已经成功架好了，所以现在是把那个整辆车架起来，我们就可以把它轮胎拆出来。现在的情况呢，是我们有了这一只东西 ，OK， 可是我们没有这一个东西插进去，这样子来转。我们准备了不够齐全，然后现在天又不作美，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准备这个东西啊。那雨越来越大了，你看，哎。这一次这个老天爷很明显是在帮着小明，小明干起心来演，哼，刚刚好姐姐回来了，可能他姐姐的车会有那一只东西哦。现在就算有嘎唱都没有用了咯，你看那个雨。跟你们讲，这个天呐、啊，要讲啊帮小明，我又不觉得完全是哦，因为这场雨下大概半个小时嘛，就没有了嘞，喂，没有了嘞，喂，走了，哼，我们现在找到嘎唱了啦，哇，哈哈，来先拆走啊第一粒，我觉得因为时间的关系哦，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只能够拆开两粒，因为他等一下多一下子就要去找客户谈东西，所以以现在的时间来讲的话，只允许我们拆开两粒轮胎，另外两粒我们等下一次。我们再接下来拆下第二粒轮胎。很好玩。什么？很好玩，尤其是看到那个画面，我觉得超好笑。伸出来就给鸟玩了。我给你们看另外一边的轮胎。我
们想了一下过后，我们决定不要拆了四粒轮胎，我们只拆了两粒就够了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然后也不要影响到他底下去找客户谈东西，所以我们拆了两粒就够了。Yes， 成功了，我们成功拆走两粒啊！OK， 我们先给你们看一下他的车胎长什么样子。这里被拆了，这里也被拆了。谁拆我的呀？谁？我不懂哦，我不懂哦，我不懂哦。OK， 我们现在就进去，然后跟他讲：哎，你到时候要去跟 Glen 看东西哦，快点驾走你的车。然后一出来，我们就可以期待的反应了。小明，哎，起来哦！你不是要去看东西吗？你约人家几点？哎，小明，快点！快点！啊，这样子就不用淋雨了吗？睡。有雨伞就不一样了，就可以出去了嘛，对不对 ？OK 了。那边拍。哇，很久没有试过这样。可以遮我吗？喂。完全没有试过啦，下雨的时候哦，下雨的时候拍 vlog 的感觉不一样了。怎么？什么事情？你不好奇是我们跟着来的吗？来，懂什么？你看你的车。看一下你车。我的。不要呛我呀，玩东西哦 ，What the fuck？ 开心吗？可以来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来挡一下。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我现在讲哦，讲就是哦，我现在真的是很急啊，讲真的，你们最好是给我快装一下那个大腰。我现在要去见凯燕了，你可不可以快一点？你自己装啊！我就特地不要给你见凯燕。我老，你懂这个凯燕是阿旺有份的嘛？什么？我听到名字，我什么？这个你有份了耶，我打算谈好了才跟你讲，给你一个 surprise。我操！什么？讲这个广告我有份？是，我要跟你谈了，快点呢，下午几点了？没有啦，你不要紧张。因为其实我们是我。哇，原来我有份的哦，这个广告。快点手势给他。这我有份。开门呐！这我有份呐，我有份吧？你没有份呐，走开啦！你是死啊！你叫我们两个人。哎，开门！你帮我开门。我买这东西，你们自己看。我们有想过了，我们有锁匙给你了，来驾旺的车去，我们帮你装回来，开开心心过新年。来，过来，亲，对不起大佬。幸好我现在是没有那么晚到了，你讲话的话，你们全部做生意不用了，没有了。这样，关门。加油啊！广告成功，耶耶！喂，开后尾箱，我们要拿大压先，不然我们怎样装回去？哇，下雨天啊，而且下很大，不会讲很大啦，但是也不会说很小啦，所以我们要在这样的天气、这样的环境下，帮他把轮胎。喂，你挡到我镜头了，帮他把轮胎装回去。耶！所以现在是第二天了啦，因为昨天我拍到一半突然间中断，是因为雨越下越大，所以我无法继续拍摄，所以。哎，谁绿帽？这样，昨天的广告谈成吗？来跟观众讲一下。当然是谈成了啦，白痴！你看旺笑这样开心，就是大家谈成了啦。来，恭喜你！呜 ，score！ OK， 我先给你们看一下小明的大药，我们已经装好了。你们要看装好了。小可爱，叮叮，另外一边。也是好了，然后呢，为了确保他的轮胎那个螺丝是已经真的是锁好了，然后我们已经整辆车架去那个轮胎店，叫他用那个电钻给我们，所以是非常的紧，所以是安全了的啦。好啦，所以今天这个 prank 片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你们动不动就来，Instagram 哟，Instagram 啊，YouTube 啊，除了给我 subscribe 啊，开小铃铛啊，
拜拜，原子弹，我们下期见。